48式太极拳是简化太极拳套路的延续和提高。那么，一般在熟悉了简化太极拳的基础之上，再练习本套路的话，就更能容易提高太极拳的水平。那么，建议大家在学练的时候，由于本套动作较多，时间较长，全套下来要8至10分钟左右。那么，初学者学练这套太极拳可以进行分段练习，因为它整个套路的编排是由易到难。那么，先从第一段、第二段逐渐向后学习。那么，开始呢，可以先提出每一段进行单独练。那么，当您的套路学到最后一段的时候，这时您的水平也逐渐的已经提高，可以达到相应的难度了。所以呢，希望您采用这种科学的锻炼方法，循序渐进的来练习，根据自己的身体素质和情况来因时制宜、因地制宜的掌握，能够同时祝您能够通过这个套路提高您的健康和太极拳的运动水平。48式太极拳一共分为6段，我们先学第一段。第一段是从第1式到7式，先看我做一遍完整示范。下面我们来看分解动作，预备式，并步站立。我们假设面向正南，身体直立，周身放松，目视前方，两手自然垂于体侧。下面第1式起势，提左脚开步，和我一起做，两臂慢缓慢平举，屈膝落掌，两手落到腹前，手心向下。好，这是起势。下面，白鹤亮翅，重心左移，后撤半步，两手抱球，放在身体的左腹前，后坐重心，右掌上挑，左掌下分，呈虚步。白鹤亮翅，右手下落，微左转腰，向右摆臂，收脚托掌，上步搂膝。弓步前推，这是搂膝傲步。好，这2式再看一遍。从起势按掌结束。好，白鹤亮翅，退步，抱手，后坐调掌，虚步分掌，两手右上左下，左手停在胯旁，右手在右额上方。好，松腰落掌摆臂。好，如果我们起势是正南，那么托掌的方向是西北角。好，转身向正前，搂推按掌。接下来，重心后坐，前脚尖微翘起，稍微内扣一点，心抱手，
两手抱住之后，右臂筋下穿掌，向前穿摆出去，横后坐，旋掌托，扣脚前按，好，斜前方，右斜前拉，好，弓步推掌单边，好，注意单边式，我们再看一次。注意这里过渡的时候，移重心后坐，那么前脚尖翘起，然后再微内扣15度，重心前移，两手心相对，右手筋左臂下穿，好，向前膨出，后坐翘仰脚尖，旋臂托掌在肩上，好，前按，向前一按，再斜拉。西南方向斜拉掌，好，开步，单边，好，这时右手是勾手，左手是推掌，掌心向前。接下来，向前根部前摆，做左琵琶式，重心后坐，两手掀开，再虚步合掌。好，琵琶式，我们再看一遍，从单边开始。好，重心前移，前跟进半步。那么这时右掌向前摆，那么左手呢就自然下落，落到胯旁。右手是手心向上摆掌，好看清楚，摆到体前根部，然后重心后移，脚踏实，身体微向右转，两手微微一点外开，然后合步。那么同时初步合掌成虚步。好，那么下面，左脚抬起，微向斜前方45度角，开步，同时看，做一个弓步魔掌。好，注意再看一次这里的衔接。好，那么重心在后，在右脚前脚提起，向斜前方初步。那么两手翻转，手心相对，右手平抹，好，向右斜前方魔掌出去。再收脚下捋，捋回来，捋到腹前。好，我们初步搭手，弓步前挤，这是捋脊式的第一个。接下来呢，重复，稍微后坐重心，前脚尖扬起一点。那么两手呢是微微的拉开，然后再弓腿右前魔掌。注意这时同样是平抹，那么左手进右手上。向斜前方平抹出去，弓腿，好，收脚的同时向下捋，捋到腹前，好，转腰，上步是搭手，两手心相搭，那么右手的手指按到左手的手的掌根部位，好，向前弓步击掌，那么这是两个捋脊式了，同样的再重复一次，后坐翘脚，拉开。弓腿魔掌，好，再下捋，上步搭脊，弓步挤出，好，这是三个捋脊式。我们仔细再看一次，从单边开始，跟我一起做，慢一点，根部摆掌，好，后坐，右转，好，左转合掌，左琵琶式，左虚步，好。斜前开步，抹，收脚下捋，上步搭手，弓步前挤，注意斜前方45度角，后坐翘脚，好，魔掌，所谓捋脊式，这里先捋后挤，好，再后坐，重复第三个。捋下来，转腰搭手，手心相对，好，弓步挤出。下面，斑兰锤，重心后坐。那么这时，右手向下画弧，左手向上分，两手分开，然后重心前移，注意，右手是向下压掌，左手握拳向外迈步扳拳。好，再看一次。慢一点，后坐先分掌，两手立圆画弧，好，前移，
亚掌搬拳对脚跟落地，同时落地之后就外摆。那么外摆的时候，我们拳向左，胯弧收到腰间，上步拦掌。好，注意这里，搬拳出去之后，摆脚胯弧，好，收到腰间。那么右手是向前做拦掌。好，注意这里，立掌拦出，掌心是向着左侧的。好，同样是脚跟着地，弓腿踏实的同时，冲拳，立拳冲出，拳眼向上。好，左手是握拳，右手掌扶到小臂内侧。把搬拦锤我们完整的再看一遍。好，一画立圆画弧。分手，好，上步握拳，收脚握拳，出步扳拳，注意这个节奏。好，摆脚拦掌上步，同时左手是握拳在腰间了，弓步冲拳出去。下一个左棚捋挤按，注意后坐重心，前脚尖上扬，同时注意这时左手的拳松开变掌，好。两手微分开之后，抱球抱于体侧，所以这是一个过渡。我们初学的时候可以点地，等以后熟练了呢，也可以直接收提就弓步出手前捧。那么这里这个是捧，左捧捋挤按，那么这是第一动的捧，对，手臂捧圆，力达，手背外侧，好，右手。下分到胯旁，身体向左前旋转，伸臂后坐回捋，斜后方向，两手打开，捋开之后转腰相合，弓步前挤，始终是弓步和坐步的迂回。好，这时注意看啊，右手从左手上分展后坐，好，落到腹前，前脚尖扬起，再弓步双按。好，停。这就是第一段的分解动作。好，第一段的动作比较少，也相对比较简单，那么都是一些基本的手型、手法和步法。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难点就是捋脊式。那么我们注意它的时候，一个是掌握它的方向，突出的是左右斜前方，它并不是正前方向。我们行进的时候是。左右斜前的迈步，注意都是掌握在45度左右就可以。另外呢，需要注意就是它上下肢的配合。那么上肢捋脊和下肢收脚上步。那我们看，收脚的时候是捋，上步的时候是搭手，弓步的时候是前挤。哎，掌握这个节奏就比较容易了。好，另外其他的动作，我们注意从搂膝凹步接单边的时候。这里有一个重心的迂回，那么注意的是，重心微迂回，我们的前手不要明显的收回来，前手仍然保持撑圆的情况下，微微向下落一点。那么重心后移，前脚尖翘起之后，微向前内扣个15度，那么以便于下一个动作的顺利完成。同样的，这里也是后坐翘脚，这是一定要。放松髋关节，腰胯放松，自然带着手臂转动，这样动作就比较协调了。这是单边，单边的时候，对，两肩松沉，左手的掌要掌心向外，右手的勾手指尖向下，这是单边动作。另外，搬拦锤，大家注意，搬拦锤这个动作也是一个。分三个手法，首先第一个是搬拳。那我们搬拳之前握拳的这个过程，注意有些同志容易做的手臂过于伸直，这样不好。那么从这里握拳仍然保持弧形，手臂放松画弧挂拳，然后从面前这样，好像从口中吐出一样，把这个拳搬出。下面一个拦掌呢，也是初步的同时做拦掌。准备下一拳的进攻，那每一个动作都是要这样做到正确、
仔细完整。最后一个，左棚捋挤按。棚捋挤按这个动作，我们知道在太极拳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合。那么，它的步伐始终是弓步和坐步的来回的转变。那么这时我们要注意的是，不管是前移还是后坐，重心始终要保持是平稳和中正的。那么我们看弓步前棚，那么在转的时候，这里注意胯不要上起，仍然要沉住，手臂向前伸，后坐捋回来，头顶始终保持同一个高度，转腰。那么前挤的时候，同样是注意后脚跟千万不能拔起，要牢牢地踩在地面上。在做按的时候，前脚尖可以上扬。那么在踏实弓步前按，力达两手的掌心向外，身体保持立身中正。好，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遍这一段的背向示范。请看这一段的正面示范。好，第二段一共有六个动作，动作不多，但是呢，增加了一些步伐的变换，比如有退步、摆扣步等。好，我们下面进行分解教学。好，斜身靠，就移重心，扣左脚向右转身，摆掌，这时胸向正南，两手掌斜前方撑开，好，收脚合手，两手十字交叉，手心向内，初步握拳，
弓步、拮抗。那么注意，我们刚才收脚点地的时候，两手是向大，那么当我们出脚的时候，是朝西北角斜30度的方向出步，边旋转握拳，两臂外旋向外撑。那么一手是在太阳穴的外面，一手是在胯旁。好，扣脚，注意在变掌，右手心向上，旋臂抱球。好，摆步分掌，根部继续左转摆掌。好，肘底垂，这时握拳，右手握拳放在肘下。再看一遍这两个动作，注意我们捻转的衔接，扣脚拉开，好收，注意合掌，右手在外，初步握拳旋转手臂，拉开，这是好，重心一变，两手伸开变掌，再转回来抱球，看我们身体腰一直在转动，向左，好，根部，对，手从体侧摆过来，手心向上，然后右手落。左手落到胯旁之后，从胸前向外劈掌，好，这是肘底垂。接下来倒卷弓，好，转体侧手，两手心向上，收，退步，屈步推掌，接着不停。第二个翻手，好，提脚，同时卷曲手臂，也就是卷弓，这弓骨的一，弓骨的弓，好，卷曲。后退推，那么两手，一个是左手前推，右手向回撤，好，拉开，手端平，手心向上，收，一共是四个，现在第三个，再拉开，好，第四个撤步，停到虚步这里，右手收到腰旁，左手是推掌，接下来转身推掌，注意看脚下。右脚支撑重心，左脚提起向后方，向右脚支撑脚的斜后方落步，紧接着扣右脚转身，向西北方向搂手推掌根部。好，再注意一下这里，我们从正东方向好撤步。那么我们托掌呢，是向东南角托。后脚转身180度，向西北角去推掌。好，跟。接下来，这时我们右脚跟是提住的。好，落重心，踏平，扣脚，向西北角托掌转身，再回东南角一个搂膝推掌。这两个正好180度的反方向。那么下面注意第三个，同样是重心稍后移。微微调整，内扣一点前脚，向这个西南角的方向托掌，好，东北角推掌，跟，好，这还同样的，向后踩实重心，左脚扣转，好，西南角搂推，注意这四个撅脚，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四个方向的转身推掌。啊，从倒卷弓的最后一个定式，退步，扣脚转身，屈肘经耳侧，好，向前推根部，成钉步，这是后跟的脚前掌着地，然后随之向后踩稳踏实转，好，第二个斜脚的推，接下来西南方向，好。再上步东北角，注意方位，正好四个斜角的方向全部都做到了。好，下面右琵琶式，注意左脚稍微向斜后方撤步，右手前伸，好，虚步合掌，接着收脚向下捋手，捋到腹前，然后向外蓬臂。横，继续转根部，好，托掌，提起脚跟，准备出步，上步握拳，搂膝，呆锤，
好，我们再看一次这两个动作的衔接。撤步的同时注意，我们重心移向左腿，边移，右手前伸。好，脚跟着地，虚步合手，对，左手合在右肘的斜下方，捋下来，翻掌，搭着手向前捧，摆臂继续旋转托。好，收脚。托掌，上步时握拳从耳侧向斜下，栽拳打出，力达全面。好，停。好，这就是第二段的动作。那么我们看到了第二段，我们出现了向后退步的步伐，还有一些扣。摆等脚下的灵活的摆转的一些变化，那不同于第一段，第一段基本上是向前行进的。这里呢，我们的从整个动作丰富化，然后动作要方向的调转，产生了很大变化。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是，第一个动作衔接的时候，这里的转换是通过内扣脚尖，而不是蹬拧脚跟。对，这里要区别。另外，我们肘底锤这个动作，这个衔接的一组摆动。那么，一看重心向左移，然后再向右迂回。看这里，注意两手的旋转，是这是一个外旋的运动。左手外旋运动，右手也是手臂翻转，边转边旋转，向手心向上，然后握拳。左手是一个劈掌。是立掌，不是手心向前的，而是向侧的。这里要注意。另外，退步倒卷弓，我们注意做退步这个步伐的时候，脚的轻起轻落，千万不要重心上起，或者说提起的这个脚不要提得太高，轻轻的离开地面，然后经过支撑腿向后落步。另外呢，我们落脚的点一定注意，不要落到两脚交叉到一条。支撑线上，一定要稍微向外宽一点，那么这样才能有利于保持您身体重心的平衡。再一个重点动作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转身推掌，这四个斜角的方向的把握一定要注意。如果我们正南方向起势，第一个托掌向东，这是东南角，然后西北的推，这里是一个。斜向的180度的转换，那么下一个呢是西南和东北方向，掌握这个规律就好了。那么最后两个动作呢，这个琵琶式是虚实的分明，重心在后。下一个搂膝摘锤，注意这里看我们用腰的转动，不要靠手臂去摆，一定要注意随着上步和根部，那么脚下这里跟。上，这是我们48式太极拳里采用了孙式太极拳的步法特点，就要把它做出来，上步、根部，那么脚下虚实的变化，要把它分得比较清楚、明白。好，那么第二段我们就说到这里。
请看这一段的正面示范。第三段同样是六个动作，从14到19式。那么，请跟我一起做分解的动作。从搂膝摘锤开始，下面是白蛇吐信，重心后移，扣脚转身，白脚歇步推掌。好，第二个，同样的盖步。队长，好，再看一次。那么白蛇吐信，这里呢也是一个大幅度的转体。注意，屈后腿，重心后移，前脚扣内扣，同时我们的拳仍然在转身的时候，拳仍然不动，还是握拳向上托。那么右手呢是翻转，转身摆步。那么摆步的同时，我们的拳要逐渐旋转变为掌。收到腰侧，那么这是右掌呢，是向前的一个推按。好，看一下，对，扣脚转身，从耳侧向前推，这是歇步，右手前推，左手收到腰间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，左手微微打开，收到耳侧，同时我们脚下步伐配合上步，左推掌。再接着上步，后手上举，准备提腿开脚，落脚，两手微向左摆，再横向开步，从体前画弧搂摆过来，好，握拳，双手握拳伏虎式。注意这里伏虎式，右手是在肋前，左肋前拳心向下，左手是在头的。外侧额前，拳心向外，同时是弓步。那么注意我们刚才这个伏虎拍脚这个动作，上步举臂，那么拍脚过后，这里是一个盖步，实际上是向前，不是向直前，而是斜前方一个盖步落脚。那么脚掌着地，注意脚掌着地，同时两手微向左摆，好。横向开步，好，两手捋过来，然后握拳，微微转体，身体呢还是向东偏北方向的，在重心后坐，看白脚扣脚白掌，然后魔掌重心再移回来，再上步举臂拍，同样又是一个盖步。盖步落脚，横向出步，两手肩摆在握拳伏虎，好，胸向东南，拳一个是拳心向下，拳心向外，好，看清楚这三式，我们连起来，一个从白蛇吐信和两个伏虎拍脚，白蛇吐信翻身。推掌，上步，再一个推掌，接着向前行进，举臂，拍脚，落脚，摆掌，好，弓步，
握拳，重心后移，前脚微内扣，好，再踏实，魔掌，上步，开，盖步落掌，向右转体，双手握拳，好，下面贴身锤，对，重心头向后移，两手变掌翻转，右手翻转，手心向上，左手经上抹出。然后重心再前移，收脚，这是挂拳。那么这时，对上下肢的配合，从五虎开始，先向后做的同时是变掌。那么在前攻的时候是向前一个抹，好收脚，这是我们初学的时候可以支撑点地。那么等以后熟练了呢，也可以直接收提，就向前迈步。这样两种做法都可以。好，我们先做收脚点地，这时挂握拳，然后上步斜前方向撇身打锤，对，斜前方东北角30到45度。好，再看一次，一后做，对，衔接的时候重心的转变，收脚握拳，左手握拳，右手仍然是掌扶着手臂上，弓步。铁锤，对，力达全面，好，想象是用我们的全背，不是全面，是全背，去铁打对方的面部，这种意念意想。好，重心后坐，继续撇脚，两手上下分，再收脚握拳，注意看我转过身来做这个动作。那么贴身锤做完之后，后坐翘脚，右手。上下，左手继续向上，向下分，右手向下，左手向上，然后呢，两手握拳，这时交叉握拳，也可以初学的时候加一个点地，再扑步向下落，扑腿穿拳，这是一个穿拳下势。好，我转过身来，按照正常的方向，就跟我一起慢一点。后坐，翘脚，右手先向下落，然后左下右上，好，握拳，两手交叉。这时呢，右手在内，左手在外，两手的拳心都向自己的面部。好，出腿扑步，向下穿拳，好，向前弓腿挑拳，两手都是拳眼向上的。好像二郎担山一样，好，起身穿掌向上穿，然后这样翻架，金鸡独立。那么这时，左手是先穿再架，右手呢是一个向下的按。那么指尖是向左侧，手心向下按在胯前。好，落脚微转身，悬臂向上穿掌。右掌撑架，左手下按，看清楚。好，再来一遍这个动作。起身穿掌，金鸡独立，独立撑按。好，落脚。那么这时注意落的时候，不要向正前，微斜前一点，落步，再穿起，撑按。好，重心下沉。向后撤步，左掌向前穿，右手翻，手心向上，好，捋回来，向前膨出，收回来，扣脚，转身按，好，收脚变勾手，拉开翻掌单边，好，这是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再看一次，从独立，好，下沉。撤步，出掌后坐下捋，前弓捧，翘脚转腰，扣转先按，再拉，单边，好收。以上呢就是第三段的6个动作。那么这一段虽然说动作也很少，
但是我们一定能够发现难度明显的加大。在本套中第一次出现了腿法和低势的动作。那么腿法就是我们拍脚，左右的拍脚，低势就是穿拳下势的动作。那么这里既然出现了难点，我建议对于初学者和中老年人，那么我们拍脚，如果您的柔韧性不够，那么不一定开始就非一定要勉强拍到脚，可以先拍腿，逐渐提高，等你柔韧性提高之后，逐渐来完成。那么下势也是，如果基本功好，一定要要求一腿全扑，看掌要全蹲下势。如果是老年人，可以半蹲来完成。只要把这个动作过程理解了，那么逐渐的加大难度。好，另外我们再注意做这一段动作的时候，第一个白蛇吐信，白蛇吐信主要突出的是这两个推掌，那么是把这两个掌比喻成蛇口中的信向外吐出一样，就要把它做的要生动形象。那么这个手臂是由屈到伸，从耳侧向前推按出去，另外一侧也是上部向前推按，那么整个我们身体的收放自如，要表现得非常生灵活现。好，拍脚伏虎也是，我们拍脚的时候，一个是要注意手和脚的准确性，不要拍空。那么腿呢，也是不要太过度的忽然加速，还要保持轻柔、轻缓柔和，保持我们太极拳的原有风格。关键是下面拍完脚之后，这个落步，我们讲到它是一个盖脚落步，这里不要出现明显的腾空跳起，仍然是有一个非常柔缓的虚实的转换我们脚掌落地之后，垂直踩到脚跟。那么这时呢，后脚的脚跟提起，然后向前迈步，一定要一步一步的把它做得非常的柔和，非常的适应我们太极拳的风格的表现，不要做成了一种跳步，那么就破坏了太极拳的特点了。好，贴身锤我刚才说过，在初学的时候呢，可以加一个点地，那么或者是因为第三段我们练到这里的时候，由于难度的加大，使我们的体力明显的消耗，那么体能的消耗到这里很累，那么稍微加一点支撑，能够起到一个缓和你腿的力量的作用。那么下面这里注意，脚尖外撇收，这也是可以加支撑。那么最好是提住，不要有明显的停顿，收住之后马上就出步，就向下转。那么下势的时候如何来做，能把它做得更轻松呢？一定强调一点，就是我们的两个髋关节一定要放松。千万不能僵硬，僵硬的话，影响你整个动作完成。放松气息向下沉，然后由左重心由左逐渐的向右一个移动。那么这里注意后脚有一个配合，就是弓起过以后，后脚是尽量的内扣，让前脚再做一个外展，就能容易从扑步转换成弓步了。好，那么这以上就是这一段动作的一些练习的技巧，请再看一遍背面的连贯演练。
中湖光影音发展有限公司，凭借雄厚的实力和高素质的人才，源源不断地向广大观众输送精彩无比的节目，满足观众无限多样的资讯需求和娱乐享受。百科全书 VCD 是我们公司的一大王牌，它集知识性、娱乐性、趣味性于一体，精彩节目一浪接一浪，百科全书 VCD 为您全面奉上。百科全书 VCD 肯定有一款适合您。